提前恭喜王总喜得高级授爵，我只要低级授爵的造型。梦幻啊，西游啊，高不能写高端玩家啊，超级玩家啊，梦幻西游啊，单机玩家啊，五帝啊，李哥感觉是一本力批啊，李哥你的感觉我觉得是毒奶，因为对不对，你肯花钱去领授爵，你肯定感觉自己能领好东西，对不对？事实证明你之前的感觉并不准啊。我就觉得得个死亡法防虚弥保本就行了，对不对？毕竟是五弟的第一次迁移，先来一个温饱好不好啊？听说你在寻找不出世的高手，1000亿经验，200体200点活完全够用。梦幻任逍遥，3、2、1，恭喜你获得低级魔兽要诀，低级魔兽要诀可以，兽诀是低级的，低级的就有机会。所带技能死亡召唤，可以，就在这一瞬间啊，赚了好几万啊。